阿森是一个小孩子，他父母教他对人说话要有礼貌，如果人客说姓张，那你就要问他是弓长张还是立祖张。森仔记住了这些说话。有一天，有位人客来找他的父母，他就问了，你贵姓啊？人客赞他很乖，之后就说是姓李的。森仔就问人客，是弓长李还是立祖李啊？人客就说了，岂有此理。